某某个领主，某某是使用师机器人，对，然后领主使用师成为。这局我真这种对局这对局我真第一次见。但我感觉其实当然是这个，我们俩的可能第一次见的感觉，但是其实有非常那个在日本的大比赛里有见过一个扎克雷和 LY。差一点扎克雷是被输的这种比赛。那个时候开当大家开始起来，大家都注意起来行为。对，有点权威，哎，是不是抢？就是这样的感觉。对，确实权威是抢，但问题是防御性的坚决。所以，如果对手是如果一直防御的话，可能权威也没吧。哦，是确实对。但是如果特别攻击过来的感觉的角色的话，实际上权威来说 OK。哦，是对，所以现在前面有一点价值高一点的一个角色。主要我感觉啊，我跟领主打他的神威，就感觉就是神威他们也没有什么特别安全的动作，他所有动作都是有一定风险的，所以说他的防守可能会是吗？对，我给我的感觉是其实刚才使用的这个空货可能因为领主最、最好的一个安全空货的感觉。对，但是领主说实话他用的很少，他是以那个撒币币吧，好像是查一下那个地面，这个居多，然后这个居多啊，不必对对，但这些动作都不安全。不必的话，对，确实不必之后，哦，来了，这个应该怎么躲？就这个先要那个防鬼，不是那个自己的那个盾要那个动一下，上一个对上，然后就直接可以的，可以离开，对，跳或者翻，防鬼就可以离开，跳也可以哦。但是可能这个是难，新人来说比较难受一点，因为不知道的话确实不太好。对，然后特别在边上的话，真的不能明白的可能性比较大，但一般是不可能见面。对，原来是。对，但是可能就是初见击杀的感觉。是。好，应该这个时候死了，上班时段啊，没办法，因为150了。特别快的人之外，一般都对。但是一般都是提前已经被抓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说了，对，这样疯狂的。 对。好，现在某某感觉是试试了，就是对放手一下，对放手一下，对，所以这个是前卫的有点麻烦，如果放手一点的话他怎么办，是这个一个最大的问题。就是你们感觉就是他没有什么特别好的靠近的招数，所以说他对对面防守靠近的招数真的不太多。 对动作过来动作都比较顺，比如这个塞币什么被顿住了或者什么的，很容易就被人反手一个惩罚。对，这个是稍微好，但总体来看我还是剑诀四当中贤威我也很喜欢，玩法就还是挺好的。是，不是特别单调。对，而且这空后的话可以吃空。对，但是默默现在135这个情况，哦，开始抓在一样的张赫。哦，这次等了一下，太慢了，慢了。这个如果不能击杀的话，贤威还有机会了。是的。哦，来了，来了。哦 ，nice， 漂亮。现在危险了，可以回来。没有出去拦。对，还没死，还是机器人很大。哦，空位还没击杀。如果想击杀的话，应该还是抓吧。抓还是或者集结空前来？哦，空前就可以了。那就是那个把它抢外。哦，空后也是对。空后是对给他。哦，漂亮死了！他用那个空罗，对，他已经不能离开。好，互相有一点。对，那个机关。现在击杀这个问题交给了康米，觉得康米有点难受。康米是这个场合的话，空后也对，但是其实空 A 也其实很好的击杀连招的一个一个启动。但我觉得可能那个谁不会这个、啊、哦，完蛋了。对，现在发现林竹的那个行为的击杀方式是有点靠那个 Hans Smash 的那个。对方法，对那个有点不太好，有点对，因为那就总有一天没有击杀的击杀方法的话，别人知道的话，对被对被对错的话就没办法。所以你可以看，哦，这
这个有点、哎、用武器，你的武器给那个摸摸顶了。刚才他要想连招，但是失败了。是的，主要是你的武器。对，好，72，杀不了，但是一个很大的优势轮。好，85，现在是如果一个 smash 还是哦。可以慢慢打，比较极限。哦哟，99，啊，哎呀，没有 DI， 突然的恐慌，心机很大了啊。好，1-0领住。纳拉特飞船，卡洛斯果然是间谍才不喜欢那张图。还行，要是没太骂了，我操人打啥时候都跑上来。懂了，下次跟你打卡洛斯。好，好，第二场比赛开始。好，开始了。公主是1-0，这领先了优势，不知道默默这局能不能就给他打回来了。对，这个地图的话，上边早点死。哦，这地图是就是神威，其实很多人觉得旁边右边左边容易击杀的感觉，但实际上它是上边击杀比较强。哦，神威啊，它的碰上特别强。哦，对，这个碰上是还是特别早死。它击杀手段是碰上、碰后，除了 smash 之类的，应该对，还有寒冰。哦，来了，看他就对啊，对。默默不知道怎么来处理这个，不知道怎么处理。好，不能处理的话还是比较难受。是的，因为每次一做这样，就没办法。尽量避免这种场合。OK， 这个漂亮。出边了，哇！一下把那陀螺打没了。还是功夫龙的，龙的后背翅膀飞。哦，哎，这个差一点，慢了一点。现在某某有一些有点不知道怎么靠近领主了。对，因为好，哎呀，来，这个不行。拜拜。我觉得马老师需要做一个教程来普及一下怎么应对。要是要自己的那个盾要移动一下。是的，我期待马老师的 B 站教程。好，特别漂亮的下次，这个非常漂亮的下次，还有机会。对，机器人攻击力很高，所以就是还是有机会。但是空中攻击的话，肯定是前卫来说特别坏一点。对，是因为它的空后范围也大，伤害也高，空前空位都是对空作用也很强。对，但是没有感觉，没有露西亚。露西亚肯定好，但是问题是性质不一样。是的。OK， 是个机会。哎呀，没把握住。哎呀，来了！三次。好，恭喜领主2-0。